老人退休头不红啊？你不红啊？年轻人退休是弄红的。73了，身材好。今年六月好。不会做金块头发的了哦，年轻的时候。不会，这次谁不得少年我？做家具讲的话，这是腿窝子的啊。哎，是这腿子。哦，白的腿子的。嗯。你看，现在还有发辫的啊。这是哪一家？十条块钱。